哎，安娜派克啊！博轩，不要紧张，来给我。哎，好嘞！怎么会这么神奇？为什么吹风机能吹出热风？其中包含哪些科学原理？吹风机加热器是用什么金属线做成的呢？吹风机坏掉了，别急着丢掉，里面的零件都是宝。请锁定这集《生活里的科学》，带大家一起拆解吹风机，学科学。 哼，我是神射手。嘿，我才是神射手。好啊，你现在就是要跟我比就对了。来，我们现在呢计时30秒，看谁厉害。好啊，不怕虎。好，预备，计时开始。幸好你也跳了。怎么办？怎么办？哎，我的坏裤子不见了。你送我分。哎呀，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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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冷静。 时间到了吗？好，来哦。一二三四五六，剩六颗而已。六颗，我有机可我赢。我才是神射手耶！好吧，这一次神射手就让你当，可是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刚刚才乒乓球它可以漂浮在吹风机上面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动动脑，想一想。 吹风机让乒乓球漂浮的科学原理是什么？答案是 A 烟囱效应 ，B 帕斯卡定律 ，C 白努力效应。生活不思议，吹风机可以让乒乓球漂浮加速力。哇，同学们，这样子你们知道答案了吗？答案就是 C 白努力效应。为什么解释啊？白努力效应的意思啊，就是说流体的流速越快，所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小。 那流体是什么呢？就是吹风机吹出来的风啦。讲得真好，但是呢，我可以再讲得更详细一点哦。来，你看，当我启动吹风机的时候呢，这里会产生气流。这个时候乒乓球放在中间，那么乒乓球啊，它会挡住一些气流，所以呢，乒乓球下面这一边气流的流速比较快，上面这边因为被挡住了，所以气流流速比较慢。两者的压力不同，就形成了压力差。好啦，乒乓球本身就有重力。 再加上吹风机，它吹出来的这个气流，它有给了推力，再加上刚才说的压力差，这三个力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所以乒乓球它就会浮在半空中啦。哇，想不到一个吹风机可以玩出这么有趣的科学原理耶！嗯，那博元，你知不知道吹风机在平常还有哪些用途啊？哎呦，你不是号称家事女王吗？吹风机当然是拿来吹头发，要不然呢？是这样没有错啦，但我的意思是哈，除了吹头发以外，还有其他用途吗？ 他还可以做其他事情哦。是啊，嘿，不知道了吧？那就让家事女王我微微来告诉你们大家吧。好，科学探测区吹风机的创意用法。吹风机妙招大分享，吹风机可以帮衣服除皱哦。嗯，怎么做呢？是啊，博元，你先帮我的衣服抓一点点皱皱的，我看。这个我会，弄平我不会，弄皱我很会。好啦，好啦。这么皱啊！ 有吗？有吗？你们看，现在衣服变得好皱哦。可是这时候我又没有熨斗的话，该怎么办呢？ OK， 你看，我们在上面喷一点水。喷了一点水之后呢，来，请你帮我拿着。我要帮你弄平它吗？是，这时候啊，你就开始抓着，只要我这样子。这其实跟蒸汽熨斗的原理有一点像，对不对？是啊。哦。只要在皱皱的这个地方啊，喷了水之后，我们就用吹风机。 这样子开始左右上下的吹动，嗯，哎，你们看，衣服马上就变平了哟！太神奇了，它既然除皱效果这么好啊，那我现在这边好多皱纹哦，你也帮我涂一下。真的，那我帮你擦点水。哎，你还真的给我洒水？来喽，好过分，不玩了啦。好啦，哎，说到吹风机啊，来来，给我。它的妙招我也是有的哦，来。 博元哥哥，妙招小分享。当我们要去上学的时候，但是袜子还没干，怎么办？哦，对，袜子还没有晒干。博元哥哥有小妙招。是。我把它套在这里，很聪明吧？然后呢，它就卡住了，不会掉。此时我只要打开吹风机，好啦！你看，你看。然后一直这样子，它等一下就干了。啊，博元，你看看你。 它太热了啦！停下来了。你看，我之前教你的，吹吹啊，对吧？可以了吧？哎，还没用好啊！糟糕了啦，真的被你用坏了，这下可。
不要这么慌张，我们可以问问同学啊，搞不好他们可以救你哦。哦，是哦。同学，同学，赶快想办法救救伟伟吧。可以用电灯泡的热把头发上的水蒸发掉。可以用扇子的风把头发吹干，因为吹风机也有风。可以用打气筒加暖暖包吹出的热风把头发弄干。哇，同学们提出的方法有些挺实际的，有些也挺有创意的，好想知道这些方法到底管不管用哦。真的耶，啊，不如我们就前进校园，来用同学们的方法来一场 PK 赛吧。 Go！ 科学探测区创意吹风机 PK 赛。各位同学集合。来了来了。Hello， 你们好啊。文恩哥哥好，文恩姐姐好。精神哦，好有礼貌的。我们听了好多你们说有关于代替吹风机可以吹干头发的方法，觉得都很厉害耶。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来一场 PK 赛吧。是的，我们现在呢设计了一个小比赛哦。噔噔噔噔噔，这个黑色的板子上面呢有一张宣纸，我和伟伟姐姐呢会在每一组的宣纸上面各滴上0.1毫升的水。那接下来呢，你们就可以启动你们的方法，时间用的最短的那一组就算获胜。这样应该听得懂了吧？懂。好，那你们都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太好了，创意吹头发 PK 赛比赛开始。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纸片吹干， A 组很有创意，用打气筒制造源源不绝的气流，外加暖暖包帮气流加温变成热风，很接近吹风机的概念哦。再看看 B 组走的是复古原始风，纯手工扇风，节能又环保，精神可嘉。 C 组呢，用大灯泡的热源来蒸干湿纸片，也很有想法哦，不过少了强力气流的帮忙，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哎，好了。哇， A 组已经成功把宣纸吹干，果然创意和使用效果兼具，厉害厉害。 B 组和 C 组请继续努力。哎，看来 B 组的同学也决定拼喽，看他使尽全力挥动着扇子，连同伴的手都不顾了，加油加油。看了啦，看了看了。对，干了干了。恭喜 B 组也完成任务，剩下挑灯苦战的 C 组，沉住气，继续努力。哎，好像有好消息喽。好了，干了。耶！比赛结果已经出炉了，大家的方法其实都蛮管用的，但是呢，花费的时间稍微也有点不一样。那我们就来公布一下成绩。好。好，扇子组这边花费的成绩是5分18秒。哦，不知道这样成绩算如何哦。我们来看一下钨丝灯泡这一组花费的时间是6分25秒。哦，更久了一点点啊。那最后面暖暖包加打气筒这一组又是2分41秒。哇，很厉害。这也差太多了吧？所以冠军很明显啦，就是暖暖包组。哎呀，哎，我觉得哈，大家真的都很棒。不过这个小 PK 赛呢，最重要的不是结局，不是输赢，是什么呢？是你们啊，要帮伟伟姐姐解决她的问题，这个心还有那个创意，这真的是很棒的。好啦，谢谢你们啦，你。谁是我弄坏的？对吧？啊，好了，哎，不过呢，为了表扬你们都这么厉害呢，所以我决定要送你们一个新的考题。哎，我还以为是礼物呢。哎呀，礼物我等一下再来说啦。但是啊，就要来问问你们，吹风机可以吹出热风，它需要哪些主要的元件呢？各位同学们，我们就一起来动动脑，想一想，想一想，吹风机能吹出热风需要哪些主要元件？我认为吹风机里面会有一条加热用的金属线，因为这样通电之后会产生热，风吹过去就会产生热风。我觉得它一定有云母片，它是用来隔金属线的热。我觉得有扇叶，因为这样才能把空气转换成风。哇，各位做的这个分析啊，还有回答，感觉都蛮有道理的。那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请科学专家梅老师来帮我们做解答喽。老师，我们有问题。吹风机的内部构造是由电源控制、风扇马达以及固定在云母线的镍铬式加热器所组成。那至于每一个部分的功能与作用，等一下请同学动动脑来 PK 一下。老师，现在呢，我们各分成了一队，三个人，一队，三个人要来接受你的挑战啦。没错，看看我们这一队就知道，我们绝对是会胜利的，对不对啊？
对，确定？我觉得是我们这一组才能拿到胜利的，对不对？对。好，看到两队已经蓄势待发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 PK 喽。好，我们的第一题啊，其实很简单。好，我启动吹风机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冷空气是从经过吹风机之后变成热空气。好，那同学来想想看，有哪一些科学原理是跟我们的吹风机它的运作的功能是有关的？我跟伟伟姐手上这边有八个答案，啊，你们要选出正确答案有三个，对，三项。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开始。好，好，讨论。OK OK。好，时间到。好，时间到。我们 OK 了。我们也 OK 了。好，我们看一下。一二三，开门。好，三项：烟囱效应、电流热效应、电流磁效应，对，电流磁效应、热平衡，还有电流效应。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左边这一组哈，你为什么提到烟囱效应？因为它可以把风吹进去，还要吹出来。好，那这个部分可能有一点错误啊。其实烟囱效应本身来讲是所谓的自然的条件之下的冷热之间产生的对流，跟我们在吹风机里面实际上是用马达的方式产生动力而造成气流，这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这是强迫式的。对，所以没有烟囱效应。这 sorry 了。对啊，那我最准哎，那究竟热平衡是发生在什么位置？热平衡是发生在这个涅各斯的位置，冷空气从进风口进入后，经过极度高温的涅各斯时发生了热平衡，于是转化成热风吹出了吹风口。嗯，没错，他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哇，玉米你好厉害啊！所以第一关的比赛呢，是伯恩这组获胜。可是老师，我们刚刚说了有几种科学原理啊，可不可以请您演示一下，告诉我们这些科学原理各是发生在我们吹风机的哪一个部位？好，没有问题，那我们来做一些实验，来做验证一下。好，做实验。科学探测区，吹风机的科学原理。各位同学，梅老师又过来了，他今天把我们的吹风机给拆了。哇，梅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哎，好佩服你哦。对啊，你为什么要把它拆成这样子呢？好，我来说明一下。是因为要让我们同学很清楚的看到整个吹风机在运作的时候它的各个部位的一个功能。是。好，这是我们的风扇，所以当我们启动之后呢，风扇利用磁效应就会产生转动。是。然后风扇在转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压力，将我们这个进风口所吸收的冷空气啊，经过我们的这个加热管把它吹出来。对，这时候你们看到涅各斯这边有没有看到发热？有。好，冷空气经过加热的涅各斯之后呢，就会产生热平衡的接触的传导。哦，所以这时候热量就会经由冷空气吸收变成热空气传出来。哦，老师，所以这样就很清楚的知道电流热效应、热平衡都在涅各斯这里。对，然后电流磁效应实际上是马达风扇这个地方。OK， 那这样同学们都清楚了吗？没错，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就准备进入第二关喽 ，Go。想一想，请将右方三种金属线的加热效果由好到差排序。好的，同学们请作答。我们这一组先开始。涅各斯，然后再来是铁丝，最后是铜线。哦，涅各斯铁铜，为什么？因为电阻的关系。哇，那我们这边认为的是镍铁铜。镍铁铜，为什么啊？因为涅各斯它相较于其他两个金属，它的电阻比较大。哇，老师怎么办？两组答案都一样。那都一样的，我们就用实验验证一下。好啊。好，现在我这边有一个热感式的温度计，对不对？现在的室温，微微。现在的室温是21.5度。21.5度，对不对？现在电力供应器现在连接的三段金属。那这时候呢，我们从这个电流的流向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串联的电路，对不对？好，这时候呢，我现在把开关打开之后呢，这时候流经过整个铜线、铁线跟什么？跟涅各斯，对不对？好，我们先测一下涅各斯的温度。哇，现在温度一直持续的在上升，对不对？哎，国彦，麻烦你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好。你感觉到什么？热热的，非常热，对不对？好，这个温度已经几度了？182。好。185、188。哇哇哇！197。要说这个温度还是会持续上升，对不对？193、194、196。好，那接下来呢？几的温度？我们现在让它稍微冷却一下。嗯。我们再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哪？铁线上面。铁线现在是155、149，开始慢慢往下降，表示说铁线的温度并没有涅各斯高，对不对？所以持续的下降。现在到117、114。我们看看它的稳定的时候，它的温度是几度？现在都是0.几在跳。对，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我们的温度计跟我们的铁线大概已经保持在热平衡的状态。78、70、66。好，一样。
我们再放到铜线上面。如果它更弱，你们就全部铜线这边52、51，真的吗？49、47、46。还持续在往下，还在往下。所以从刚才的简单的实验可以看出来，对不对？当我们把三段不同电阻值的一个这个材料，我们以串联的方式做连接的时候呢，这时候电阻越大的，它的发热的效果会越好。所以他们刚刚两组答案都是对的。哇，好厉害哦！这一局就平手了，是不是？真的耶，很棒哦！看来大家的观念都很正确。那我们马上来进入第三关的挑战 ，Go！找出吹风机无法正常运作的故障原因。哦，吹风机为什么会故障呢？我们现在要进行快问快答，总共有3题哦。第一题 ，OK， 吹风机吹到了一半，突然产生烧焦味了，请问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下答。哦，这么快？对。吹头发吹到一半的时候，头发可能会断掉，之后就会被吹风机吹进去里面，之后它就会卡住，所以它就烧焦。是正确的哈。哦，有异物的时候它才会有。对，老师来补充一下哈，我们一般在使用吹风机的时候呢，都是靠近头部吹头发，就是说头发的地方呢，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有皮屑的地方，就会被这个气流吸引进到什么吹风机里面，这时候就会碰到什么？碰到聂克斯的加热器，就会产生燃烧。那这时候味道呢？因为头发也好，或者说是皮脂也好，都是有机质，尤其是蛋白质，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跟一般的纸张燃烧是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一点怪怪的味道。对，没错。哦，所以是正确的答案哦。对，没错。哇耶！得1分。好，接下来第二题。好，吹风机吹到一半突然没电了，可是动一下，哎，又恢复了电力。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呀？请下答。好，来，火焰队，可能是因为电线接触不良，所以造成一下有碰到，一下没有碰到。哎，接触不良，没错啊，就是接触不良。那我们平常在使用这个吹风机，大概最长的地方在哪里？浴室，这时候我们身体是潮湿的，手也是潮湿的，所以一种心理的因素，当我们手要碰插头的时候，我们怕被电到，所以我们往往会越远离插头越好，所以这时候就会开始拔电线。电线在拉的时候呢，插头跟电线之间的这个铜丝啊，可能就会被拉断，然后呢，有一个角度可能就啊，这时候形成断路，吹风机就没有功能了。所以在正常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到，一定要拔插头，而不能拔我们的电线。好，第二题就是博元队也得1分啦。接下来最后一题，好，最后一题，吹风机突然停止运作了，重新开机或者是重插插头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哎，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好，这里老师稍微提醒一下哈，这里的所谓的吹风机没有办法重新插头，或者说重新怎么开关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一定要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再按起开关之后，它就正常使用了。好，老师不要再讲太多了，好，没错。想一想，请抢答。好，来，伟伟队，可能是因为里面刚才电线过热导致它会自动断电。过热是吗？哎，不错，很简单，很简洁的答案，但是正确的。好，老师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可能一般的同学就比较不能了解哈。我们把这个吹风机拆开之后呢，谁要解释哈？来，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暗红色的金属片，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一般想所谓的温控开关。这个温控开关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吹风机在使用的时候呢，它会产生热，所以使用一段时间，或者说我使用的这个温度非常高的时候呢，这个材质是塑胶，所以塑胶会怎么样？会软化。所以为了避免它温度过高，所以我们的这个制造厂商就会在这边设一个温控开关。当它温度到达某一个可能要到危险的温度的时候呢，它会自动把电源切掉。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等到整个我们的吹风机温度降到比较正常温度的时候，它这时候才能够正常的再开始使用。哦，所以说这一组又是伟伟队拿下。对。前面呢，我们几关下来，好像也有结果了，哎，是不是？2-2，平手，哎，怎么会是这个结局啊？真的好有趣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哎，我们节目有进结果耶，我回来了，哎，这一只呢是微微姐姐刚才坏掉的吹风机，经过老师刚才的解释之后，我觉得它有可能，所以说是过热咯，它冷却的不够久啦。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各位同学帮伟伟姐姐吹风机找到了解决的方法。谢谢你们嘞，不客气。好爱你们哦。
好，其实啊，我们只要吹风机坏掉的话，其实吹风机里面还有一些可以堪用的这些零件。是。那同学是不是要试试看，把这些堪用的零件重新再发想创意发明一下，制造一个小东西，让它有另外不同的功能。哦，好诶，看来梅老师又有新任务要让你们挑战喽，有没有信心啊？有。好，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科学创意王。科学创意王，创意无限大。我们是拯救吹风机创意王。去哦，我们要来激发各位的想象力还有创造力喽，要用堪用或者是已经坏掉的吹风机来创造出新发明。没错，我们现在两组都各有一支吹风机，等一下就要动动脑发挥创意，给它新生命喽。没错。好，那现在呢，在我哨音之后呢，就开始制作啦。好，开始加油啊！就里面不是有个电池？我先把它拆开来。电池之后再继续可以。我先把它拆掉。哦，吓到我了！你就插在这个管，你就当插。对，你先把这个插点。你这边这边这边是直接插这个地方是最。嗯，对。这个先拿，那个先拿上去。你先拿上去。你照样，那线比较长的，还是说都一样 ？OK， 再一分钟。OK。把它放回去，因为这样子这个。没有，因为你这边都盖掉了，所以其实这边。小心点。然后再来就插那个孔。嗯。怎么样？直板。有热，只是。很不够。OK， 数到三喽，一二三，哦，变少了，变少了，耶，成功了，嘿，哇，哎，看起来两组都已经完成了耶，感觉都好厉害哟，很期待他们的成果哎。那我们就先请伟伟这一组来发表一下他们的设计灵感吧。OK， 我们做的是小吸尘器。我们一开始先把它的加热器拆掉，之后呢，因为我们不确定它的风扇能不能承受110伏特，所以我们用变压器调到12伏特。它的用途就是可以吸取毛屑啊、纸屑那一类的。我们现在就来测试看看吧，成功了。我们做的是一个简单的保温吸热器，我们是用吹风机里面那个是缠绕在木条上。接电之后就可以用来切保育笼，我们来示范一次吧。耶，成功了！哇，真的好厉害哟！真的，他们现在这两个产品我都想买回家了啦。是啊，所以两队都是我们今天的创意王。所以电视机前的同学们，看完了今天这一集之后啊，你们就会知道家里面如果有坏掉的电器，哎，不要急着丢哦，是的，说不定都会有新的发明灵感来源哦。没错，哎，但是啊，要记得要自己动手做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还是要有大人在旁边陪着，才不会危险啦。那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科学啊？生活里的科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